大家好，欢迎到 SyS Mandarin 来。今天我们会看电影，学中文。看电影，学中文。今天我们会看小猪佩奇。小猪佩奇。小猪佩奇。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systematically.com, to get Peppa Pig Chinese video course lesson 1 video for free. 好，那现在我们就开始吧。好，那我会说一下每一句话的意思。好，那这一集的小猪佩奇叫波利的假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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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这个是一只鹦鹉，它的名字叫波利，它是鹦鹉波利。好，波利的假期。那波利呢，它是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宠物，它是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宠物。好，那它的波利的假期。好，我们来看一下假期。假期。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假期，假期，我们的假期很快就要到了。我们的假期很快就要到了。波利的假期。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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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猪奶奶，这个是猪爷爷，他们要出门旅行。好，要就是 will， 要出门旅行。好，我们来看一下出门，出门。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出门，出门，他平常早上七点半出门。他平常早上七点半出门。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好，出门旅行，旅行。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旅行。旅行，他很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他很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好，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好，各地就是每个地方，世界的每个地方就是世界各地。好，他很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他们要把鹦鹉波利送到佩奇家里去。他们要把鹦鹉波利送到佩奇家里去。他们要把鹦鹉波利送到佩奇家里去。猪爷爷和猪奶奶把鹦鹉波利送到佩奇的家里，因为他们要去出门旅行。让佩奇和乔治来照顾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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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一下，让佩奇和乔治来照顾。好，我们来看一下照顾，照顾。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照顾，照顾，他很照顾他的女儿。他很照顾他的女儿。好，我们可以说 A 照顾 B。好，他很照顾他的女儿。让佩奇和乔治来照顾他。
好，那这个他就是鹦鹉波利。让佩奇和乔治来照顾他。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啊。哎，你们好啊。你好啊，爷爷。你好啊，奶奶。你好，爷爷。你好，奶奶。你好啊，爷爷。你好啊，奶奶。你好，爷爷。你好，奶奶。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利很期待。好，我们来看一下期待，期待。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期待，期待。明天我们出门旅行，大家都期待是个好天气。明天我们出门旅行，大家都期待是个好天气，就是大家都期待明天是个好天气，因为我们要出门旅行。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好，我们来看一下度过，度过。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度过，度过。他们愉快地度过了这个节日。他们愉快地度过了这个节日。愉快的就是很高兴的。他们高兴地度过了这个节日，或者他们愉快地度过了这个节日。波利他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你好啊，波利。你好啊，波利。你好啊，波利。好，佩奇对波利说：“你好啊，波利。”你好，波利。你好啊，波利。好，那这只鹦鹉波利呢，它也会说你好啊，波利，是一样的。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鹦鹉波利会重复。好，我们来看一下重复。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重复，重复。请你再重复一遍，请你再重复一遍。我们也可以说，请你再重复说一遍，请你再重复说一遍。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好，重复所有人，所有人。就是 all the people, 所有人。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好，我们来看一下波利的手提箱。好，我们看这个就是手提箱。好，手提箱里装着。好，我们来看一下装着，装着。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装着，装着。书包里装着两本书和一支笔。书包里装着两本书和一支笔。好，我们看这个装着。那书包里是一个地方 ，a place。但装着，好，两本书和一支笔是 noun 名词，所以书包里装着两本书和一支笔。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好，那波利的手提箱里也是一个地方 ，a place。好，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
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好，我们来看一下食物。食物就是吃的东西。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食物，食物，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乔治，你猜猜。好，我们来看一下猜。猜。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猜。猜。你猜一猜他今年多大。你猜一猜他今年多大。好，那你猜一猜，我们可以中间说一个一，你猜一猜，或者你猜猜，你猜猜，说两遍，你猜猜。好，那你猜一猜他今年多大。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巧克力蛋糕。巧克力蛋糕。巧克力蛋糕。好，这个就是巧克力蛋糕。那乔治他猜是巧克力蛋糕，因为他自己最喜欢吃巧克力蛋糕。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对，就是错了，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好，我们来看一下鸟食。鸟食。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鸟食。鸟食。他们养了两只鸟，所以每个月都要去买鸟食。他们养了两只鸟，所以每个月都要去买鸟食。好，鸟食就是鸟吃的东西，鸟吃的食物，鸟食。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好，那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生词。假期，假期，波利的假期，波利的假期。出门，出门，旅行，旅行，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照顾，照顾，他们把波利送到佩奇家里，让佩奇和乔治照顾波利。他们把波利送到佩奇家里，让佩奇和乔治照顾波利。期待，期待，度过，度过。鹦鹉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鹦鹉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重复，重复，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装着，装着，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食物，食物，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猜，猜，你猜一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食物？你猜一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食物？鸟食，鸟食，波利最喜欢吃鸟食，波利最喜欢吃鸟食。好，那现在我来读一遍，没有拼音。波利的假期，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他们要把鹦鹉波利送到佩奇家里去，让佩奇和乔治来照顾他。哎，你们好啊！你好，爷爷。你好，奶奶。波利很期待能和佩奇、乔治一起度过假期。你好啊，波利。你好啊，波利。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说的话。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呀？这些都是波利的食物。乔治，你猜猜波利最喜欢吃什么东西呢？巧克力蛋糕。不对，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喜欢吃鸟食。好，那现在我们来回答问题。好，第一个问题，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做什么？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做什么？对了，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猪爷爷和猪奶奶要出门旅行。好，那第二个问题，猪爷爷、猪奶奶不在家，谁来照顾鹦鹉波利？猪爷爷、猪奶奶不在家，谁来照顾鹦鹉波利？对了，猪爷爷、猪奶奶不在家，佩奇和乔治会来照顾鹦鹉波利。猪爷爷、猪奶奶不在家，佩奇和乔治会来照顾鹦鹉波利。好，第三个问题，鹦鹉波利会重复人说的话吗？鹦鹉波利会重复人说的话吗？对了，是的，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的话。是的，鹦鹉波利会重复所有人的话。好，第四个问题，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什么？对了，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波利的食物。波利的手提箱里装着波利的食物。好，第五个问题，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巧克力蛋糕吗？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巧克力蛋糕吗？对了，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不是巧克力蛋糕。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不是巧克力蛋糕。好，那第六个问题，鹦鹉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鹦鹉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对了，鹦鹉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鸟食。波利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鸟食。好，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希望你喜欢。If you find our video helpful, please like it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Be sure to click the notification bell.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sysmandarin.com, to get Peppa Pig Chinese Video Course Lesson 1 video for free. 好，谢谢，我们下次见，再见。